我应该就是那个让你有点后悔的朋友吧，魏总，你这是要来叙旧呀？就这么喜欢在我这儿找存在感啊？激将法对我没用。2年前你突然间跑掉，现在又趁虚而入，突然间跑回来。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同情、怜悯，实在不行，你就当我是在为盲人做公益喽。够了！今天，你要是不说清楚，你休想出这个门。反正，我已经等了2年了。 我有时间等你。我以为你都已经放下了。你以为？你凭什么擅自以为？被抛下的又不是你，放手放的倒是挺快的呀。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？说。我明白了，那就痛快一点啊。 该不会以为这样做之前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吧？不然呢？当然不行啊！你这样做，这就是蒙混过关，你简直就是敷衍了事，毫无诚意。真麻烦。你想怎么诚意？你不打算对这2年的事情解释一下吗？让我原谅你。 过去我不想解释，未来我也说不清楚。哇！但我现在是你的，你要是不想的话，你下次也行。